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鸡腿哥哥。今天一样要来分享交错战线的游戏资讯。那这部影片要带给大家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组队懒人包。毕竟站位、角色构成等等都会大幅影响队伍强度。然后目前我看到有很多玩家误会了格子的意思，所以就想说赶紧来分享一下。那还没有订阅观众们，就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这样子才不会错过各种好康的重要资讯。那首先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新的礼包码，至于要怎么输入，我们必须点画面中这里才会来到兑换处，而礼包码的部分我会放在置顶留言区提供给大家复制使用。接下来就开始进入正题吧。首先，我们每只角色其实都可以给队友 buff 效果，例如刃齿就会提供 7% 的攻击力以及 10% 的效果抵抗。接下来关于站位的部分，这个白色的小格子它代表的是效益最佳化，也就是说最多队友可以吃到 buff 的位置，并不是什么必须要避开的东西。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就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黑色格子的部分并不会获得 buff 效果，例如画面中巴德的最佳位置是左上角，但是这样他就吃不到刃齿的加成效果，所以各位就要适当的去调整站位。至于这个部分，等后面介绍完搭配之后我会再举不同的例子。 OK， 那站位的部分了解完之后，接下来就是队伍构成。那目前这款游戏在通常情况下都是两个输出角色搭配两只能量以及一只功能型辅助，只有特定关卡才会带上坦克或奶妈人选。那主力输出的部分，基本上刃齿绝对是首选，毕竟它的技能包含了范围伤害以及单体爆发，不论是推图打王都十分好用。至于副 C 的部分，现阶段最强的选择是银，那个单体爆发打王是真的相当不错。而没有的玩家们，新手池里面的女王风、杜兰德尔、赤髓、冥河、旧瓦尤斯、新坠、飓风、雷克斯，这些也都是输出角色，只要选择自己有的上场即可。万一这些都没有，五星的日耳也还算 OK。接下来辅助的部分，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带上两只恢复能量的角色，因为单靠被动恢复每次只有5点而已，但使用一次大招就要20点，所以没有带能量角色上场的话，就会变成画面中这样，只能靠最基本的招式慢慢打，根本完全不强。那可以恢复能量的角色目前只有4位而已，分别是乌灵、爬音、随想曲以及三星的灵。那最强的自然是乌灵加爬音，至于没有的玩家们可以像我一样先使用随想曲加灵，这样的效果也是 OK 的。然后灵的部分记住适当培养就好，毕竟始终是基础阿卡。最后 buff 的选择自然就是巴德，如果没有的话，五星的进行曲跟四星的挽歌也都能使用。 OK， 那画面中这样就是我自己目前使用的国家队。那可能有些玩家以为国家队的意思是这些角色都是同个阵营，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顺便补充一下，国家队是中国那边的说法，指的是游戏中泛用度高、好入手、有 CP 值的队伍，并不是有什么特殊效果的意思。 OK， 回到正题，那其实这样子的摆法有一些失误，各位可以考虑先暂停，花个1分钟思考一下。 OK， 那错误的点并不是银跟零的位置，虽然他们的摆点冲突，但真正的问题点在于巴德。大家可以点开左下角这里的加成显示，接着按下立体。那目前左上角的巴德只有防御加 7% 以及暴击加 10%， 但如果我们把它移动到这里，直接多了一堆效果，战力也跟着提升一点。接着我们再把银跟巴德交换位置，战力又再次增加了。会这样是因为原本的摆法，巴德虽然可以提供给3名队友，但他自己却只有拿到银的加成而已。然后移过来之后，虽然巴德现在只能提供给随想曲，但他却吃到其他队友的加成，所以这样子的摆法就会比原来还要强。然后顺便补充一下，角色站在哪里，该位置就会成为摆点。例如巴德现在站在九宫格4的位置，对他来说这里就是最左上角的7，而原本的789就会直接无效化。例如我把随想曲丢过去，他也不会拿到巴德的加成。所以我们在选择角色站位的时候，可以多看一下整体 buff 的范围。至于遇到难度较高的关卡时，获胜角色的首选是阿尔卑斯，没有的话就三星的安蒂斯。而奶妈的部分，圣歌跟旋律最强，接着才是刃蝶跟白灵这样。那基本上这次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毕竟只要知道队伍需求以及角色站位，就能组出一套好的搭配。如果大家还有不懂的地方，都欢迎留言询问。以上就是这次为交错战线带来的游戏攻略，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是鸡腿哥哥，我们下部影片见，拜喽。